在这场城市的变革当中，我们现场的每位朋友，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位朋友，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日新月异的生活就仿佛大家身处幻境一样。哎，李毅啊，说到这个幻境，让我不得不想起一个人。谁呢？他可是咱们城市建设者中的能人异士，他用魔力呢给大家带去一个又一个的惊喜，为大家的精神文化建设添砖加瓦。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他。We'll be right back.